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近20年的房地产从业历程中，累计收到多家客户的来信表扬和赞誉，这里摘录一些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是一封来自南苏里乔治先生的邮件，他说，我只是想分享一个美好的记忆，并让你们知道广辉先生做得非常好，我很高兴并决定让你们代理我们的房产。来自南苏里杰森先生的邮件，他说，非常感谢您做得很好，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和你一起工作很棒。接下来是一封来自南苏里摩根社区马修先生的邮件，他说，你们是最棒的，继续出色的工作，您给我们帮助很大，并为我们的房产销售做了那么多的工作，有什么我能为您做的吗？接下来是一封来自南苏里摩根社区的魏先生的邮件，感谢凯文先生帮我们全家在南苏里安顿下来，我们来自蒙特利尔，很快就在新家安顿好，很高兴认识凯文先生，他是一位专业高效的房产经纪人。接下来是一封白石孙先生的邮件，他说，凭借专业的服务和勤奋的工作作风，凯文先生很快帮我买了一个喜欢的农场，价格实惠，家人很感激。接下来是一封来自素里的赵先生，他说，凭借不懈的努力和丰富的专业知识，凯文先生很快卖掉了我的房子，并帮我购买了一套新的小房子，感谢并送上一瓶红酒作为礼物，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。接下来是一封来自白石的马先生的邮件，他说，一直想换房子，终于找到了专业又多才多艺的房产中介凯文先生，他成功卖掉了我们的摩根的房子，并帮助我们以合适的价格买到了海景房，非常感谢您。最后再读一封来自白石刘先生的邮件，他说，凯文先生知识渊博，敬业专业，帮我们卖了个好价钱，非常感谢，下次买卖房产一定继续合作，谢谢。